今天赶个早集，然后来这边古玩市场来逛。现在应该就7点多一点，看看人多不多。今天，哇塞，今天人来了够齐了。这个市场呢，它是郑州最老的一个古玩城，然后它这个地摊呢是在这个五楼，就是号称这个空中的古玩地摊。但是呢，这个地方怎么说呢，假货比较多吧，大家一定要当心。以前这边还行，以前这边的老货是最多的。这都是清中早期的东西。这还有一些拿这个瓷片镶的一些小挂件，其实这种人物的还挺有意思的。益友堂博古志，这应该是碗底儿，这是碗的一个芯儿。这种多少钱？这种的？要的200。哦，200是吧？这你自己做的是吧？找人做的。哦，工钱都100。这应该是三娘教子吧？这是。怎么可以这么老板？